鬼鬼，哎，我新婚。那我老公啊，就在这边再澄清一次。我今天是新娘，就是我真的结婚了。哇，再一次吧。我新婚。那我老公啊，就在这边再澄清一次。我今天是新娘，就是我真的结婚了。哇，恭喜！谢谢你，他是真的一路上陪我最最最最最久的一个好妹妹，然后也揭露过我、摘掉过我最多面具的一个人。就也是爱又爱又恨啦。对，然后我们可以毫不尴尬的接吻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好，你什么反应？再接一次吧。带来今天晚上最后一首歌，《下一个我》。好像没看到人，就觉得有点失望。你刚刚是发现我不见了、欸？你知道吗？你不要失望，因为你在演唱会的时候，我们在后面 stand by 很久哎、欸。对不起。等一下好不好？因为不好意思啊，有一件事情我必须完成，因为我们还有一位神秘嘉宾。还有、哦？谁啊？等一下，让我猜，来，你猜，你猜。对，我妈不见了，来。谁、欸？不是，是不是我妈？你妈有来吗？我妈有来啊！哦，他怎么没有上来亲我？还在啊！要不要亲一下？亲一下！马上来亲一下好了！我刚刚亲了，能不能再来亲一下？不要，哎、欸，他那边很难出来了、欸。啊，那妈妈的姐妹有来吗？妈妈的姐妹，哦有有有有有有，有嗨嗨，阿姨好。重要的人现在都在下面，要一一唱名吗？不用不用不用，要不要帮你唱一下？你要唱唱啊唱！不要了不要。还有谁？我这不好说。阿本是？要不要？阿本在哪？欸、他自己买票，哇！我觉得他要上来了吧？要吧？先不要吧，我问一下经纪人。经纪人，于小姐，来，我们看一下神秘嘉宾是谁，好不好？谁啊？来，请了，神秘嘉宾来了。说几句话，因为配合你的坚持，与惊喜你的成就。第一件事，当你19岁时。自己带回合约书，说要跟媒体公司签约。我们当时除了被吓到，并直觉地认为碰到诈骗集团了吧？结果是真的。第二件事，你居然可以几次在大型的跨年晚会上沉稳地唱歌表演，甚或主持压轴，这是我绝对做不来的。第三件事，你去年才因共同主持公司的节目爆了金钟奖，没想到今年又荣获。十大杰出青年，真是有你的。最后祝你生日快乐，也年年快乐。那个，是好感人哦。哎，他是不是喝酒？怎么这样？没有，是你妈灌他吧。烟酒嗓的感觉。鬼鬼，哎，我新婚。那我老公啊，就在这边再澄清一次。我今天是新娘，就是我真的结婚了。哇，恭喜！谢谢你，他是真的一路上陪我最最最最最久的一个好妹妹，然后也揭露过我、摘掉过我最多面具的一个人。
就也是爱又爱又恨啦。对，嗯、然后我们可以毫不尴尬的接吻，就是这个原因。好，你什么反应？再接一次吧。谢谢你，祝你早日找到真的老公。对，你就是先当个假老公啊，就是限定版。假老公。假老公。好。的什么？好，高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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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我希望在场所有的人都可以财富自由。还有第二个，很实用。第二个，所有人都可以长命百岁，健健康康，心想事成。第三个留给自己。第三个，好 ，OK。好，吹蜡烛，耶，生日快乐。